27 trip 这是一个超大的 Continental。到进门的右手边是一个 Open Closet， 很大的一个 Closet。然后这边的 ceiling 特别高，这是正门，很大的一个 space。特别大，然后这边还有额外的一个 closet， 然后是洗手间，这边是，这边我打开是洗衣机烘干机，